相传的戚继光的后人啊，修长城的后人祖祖辈辈扎根修长城就住在这儿嘛，后来他的后人也都祖祖辈辈扎根生活在这儿，一直到现在这儿还有一个村叫慕田峪村。去洗手间的听我讲啊，长城上边有洗手间，在东线不太方便，然后西线有啊，然后去洗手间的一会儿长城的下边有洗手间啊，咱们下车的地方没有，下车点没有洗手间啊，我带您去一会儿，带您在哪有，回的时候啊，路过洗手间排完水再回车，别您跑下来没有再往上跑，来回跑还得找厕所啊。把个人的所有的物品都拿好，把您个人的所有的物品都拿好，走累了就休息一下啊，别跑别跳，切记注意安全。这儿就是 P4， 这儿就是 P4， 回来坐车还在这儿坐，下车以后跟我走，我把您带上去。有没有需要存包的游客？